钱道论股，大家好，我是钱道。今天是2021年的2月18号，星期四，大年初七 ，A 股终于开市了。携年前大盘大涨之威啊，年中海外市场良好的表现以及港股的提前走强之势 ，A 股呢在市化双雄高开高打之下，人声鼎沸开市了。沪指呢是直接高开了66个点。随后呢又向上进推了10个点之后开始熄火。那如果说你是今天一大早啊，生怕赶不上牛市的趟，早早的介入而不是年前持仓的话，那么今天就有点尴尬了。早盘最高的资金呢应该是悉数被套了，尤其是创业板，今天这个指数啊上下波动有将近有7个点，最终尾盘呢是下跌了有 2.74%。像令德时代啊，金龙鱼啊，这一届创业板白马蓝筹龙头股全部都是落马。今天表现最好的那是资源类顺周期品种，而像白酒啊、医药是下跌的。贵州茅台呢是大跌了 5%， 失守2500点关口。值得注意的是呢，今天的成交量倒是有所放大，重新回到了万亿上方。而且呢，尽管只有沪指翻红，两市却有3500多只个股上涨，只有500多只股票下跌。低位的传统白马涨势是非常的良好，调整的呢都是此前频频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些机构抱团股。这个过年当中啊，有传闻说有大量的内资在境外啊参与境外的这个 A50 交易。那么 A50 指数在 A 股休息的时候它是不休息的，是连续小阳线创出了新高。今天呢 A 股开盘了竟然直接大跌啊，确实让人觉得呢是暗藏玄机，不得不让人生疑啊。如果说年前啊这些资金在 A 股大规模建仓，那么在 A 股放假期间的话呢，它再把 A50 给推高，这样的话当然就会引诱 A 股今天高开了。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在反手做空 A50 指数，那不就可以直接导致 A 股砸出年前的筹码吗？然后呢他们在低吸那些恐慌抛售的廉价筹码，这样就会两边获利啊，这个计划堪称完美哦。所以啊，今天机构抱团股出现调整，钱道倒是认为呢，你说这个机构抱团股啊就此熄火了，我个人认为是远远低估了主力的决心的。今天有色、石油、农业这样一些大宗商品概念股上涨，那是因为美国1.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，外围流动性整体是保持宽松的，通胀的预期升温啊是这样一个原因。而中小市值个股呢，以及低位有业绩支撑的品种表现的比较良好，这个说明呢场内的啊市场资金呢正在寻求新的价值洼地。而高位抱团白马股群崩，则很有可能是说明主力资金它在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只不过是将热点暂时吸引到低位的价值洼地啊，假摔洗盘，等候补缺口以后然后再度发力上攻。所以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，2月份没几个交易日，所以个人认为呢没有必要去赶这波所谓的热浪，3月以后会逐步的披露一季报，进入一季报行情，所以去年年报以及今年一季度良好的预期品种，这个才值得咱们重点关注。所以呢咱们呢耐下心来去优选个股，这是目前呢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明天接着聊。